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现在到这个大水里的地方，很多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些大水里，树上吊起都有很多的。这个好吃的，那一个红红的，肯定好吃的，脆的，我这，这个叫大水鲤，就没有网，有网的话，那加这个比较稍微红一点就好吃了，很脆，特别特别脆。那里有个很红的，这个要不要？这个肯定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给小九，留着给小九。还有一个，烂完了，爆完了。这个烂完了，那就，有个红的，不知道扎不扎到，我上去看看。很久没有爬树了，慢点，这个树那个脆。这个上面的才红哦。这个。哎，有鸟来吃了哦。那个鸟也很鬼的，肯定啊，停了也杀，跟它知道哪个红，它就吃哪个了。这些很红啊，加几个给小九吃，不知道喜不喜欢吃。这高一点的就红了，我们这里叫做大水鲤。别人那里也叫大水鲤的。别人那里也叫大水鲤的。不会吧？你拿几个给小九吃。这个跟三碗里是有区别的，三碗里里面肉是红色的，这个是白色呀，白色的。这个量，这个还可以，但现在这个还少，没那么快熟了，还有一个星期后。是啊，要过一个星期。你们这边种有几千亩了，是不是？几千亩。应该加上那边每个人季节就要这样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是吧？那边要好多了，我们前面那边地也有，就是产，基本上每家基本上基本全部种这个果子，要么就三花里，种这个比较多一点。三花里现在熟了吗？还没熟吧？没熟，三花里人家就收，刚收的很轻的嘛，人家用果子酸的，果子还是收那个野菊果啊，就收去腌酸的，好吃。那个量很大的，收。他每年的要收，全部要基本上就给你把你们全部收完，你们家的不摘，他就不收。下得来吗？你别把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不收，让你们说苦不苦啊？别把负担给收破。这些下沉。我来尝试一下黑土地种的。黑土。